好了，我们因为要足精神，今天要好好表现我们的能耐。其实我发现我带很多我们台湾的那个小朋友同学来这边交流的，我发现我们台湾人才真的非常多。尤其我有一次碰到一个学校叫那宜兰的那个有关于教育，那下去学校多了解一下我们校区学校的一些状况，让你们在那边交流会比较事半功倍一点点。新加坡的教育非常强，但国小读6年，国中读4年到5年。那所谓4年5年的意思，成绩比较强的读4年，成绩比较一般的国中要用5年的时间，而且这里有升级考试，一年级不及格也要留级的，所以这边有升级的压力，那个升级压力，所以他们都很用心。而且这里分什么？王西游，西游，西游吗？我们待会要在王鼎昌的那个。什么什么怎么管里面？我们学校也是啊。真的吗？对啊，我们叫头大楼。所以我真是小看你了，我今天开始敬佩你。老师还在，老师在教室那边吧。接下来，在这边。好，你好。哎，你好。跟他们打招呼了。对啊。哈哈哈哈哈。哎，我们不要挤在门口，哎，好。往那边走，哎，好，好，好，要不要挤在门口？初中，有些是高中。好，等一下给我们介绍一下。可以。好，我们要在顶层楼吗？第二层，所以跟着我们学生会议。好，真的。OK。我们的是不是东嘛？一个东，一个高。哦，跟他一样。我们的大哥，他跟你的，哎。哎，你好。等一下，东对。还有谢谢记者对面。不能啊，老师跟您重庆的。对面看一下。他是姓龚，是我的龚。我有些台湾朋友，他们说我姓林，我陈。江啊，对，所以是一样的。不是，因为你那个拼音哦，不是因为是闽南话，念你怎么念？如果你那个你怎么念？因为我是海南人，我不是闽南。啊，海南人怎么念？那个字怎么念？也是龚。可是那个听起来像点像。哦，因为英文的话，他们是 KIEN。KIEN 在 KIEN。啊，对。哦，原来。因为我们台湾，如果说这个字，你们怎么拼？你们姓怎么拼？同学。就龚。他们的同学。英文怎么拼 ？KUNG。哎，赶紧拼哦！我们是用龚这边是拼 KUNG。你好，你好，你们有多少个团员啊？我们有差不多，如果初中跟高中在一起的话，好像今天是差不多100多个。哦，100多个，我们今天没来这么多个。没有问题。好。Some more the rest, come on, 跟着走来，同学，跟着走。说出来。看马路的车子哦。我们这边也是全部国中的，对，因为你其实我们这里的国中生都是男生。哦，我知道，因为他们那边国中部门的女校是在对面。真的？对，他们到了高中才把男女生放在一起。台湾比较少，就是台湾比较少。好，没事，排他好了。我们观察在。
希望我们是照月期，那我们是木管先，还是都可以？好，来就是同样的那木管来，现在他要一组一组进去，好不好？先单簧管。单簧管，竖笛，好了吗？来，竖笛，赶快站出来，竖笛都好了，赶快站出来。敏瑜，你这里站着通道，先坐起来了。好，长笛准备了哈。请您过来。好，我们从这边进去。好，不是从那边吗？来，叫我们姐来欧阳的。好，从哪一边？高中部管乐团，两支乐团成立至今已经超过30年，也曾经到泰国、马来西亚、美国、夏威夷等国家与当地的乐团做交流。我们也希望今天的交流能让双方都获益良多，并结识更多拥有共同嗜好的异国朋友。现在我将和各位说明今天的活动流程。首先，华中管乐团将演奏两首曲子《The Bells of Sagrada Familia》和《Spring Break March》。接下来有请台北市信义区管乐团为我们表演两首曲。之后我们会依不同的乐器分组，并由华中管乐团成员带各位参观校园，并做进一步的交流。最后我们会回到团练室，以Memories of Friendship 和高山青作为联合演奏项目，为这次的活动画下完美的句点。再次提醒各位，如果你在活动期间有任何的疑问或需要帮忙，请向我们的团员寻求协助。不过我们的中文不是很流利，所以请各位见谅，并放慢说话速度。现在，让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活动。所以首先先请我们的华中管乐团的指挥周老师。Thank you.
叫我刚刚在直播间呢，或者说要
学习很多的sport运动啊之类的，所以哇很好。那台湾的学生呢比较可怜一点，他们都是要读书读到很晚，啊，都读到他们六点五点才能上，那就回家。但是有的晚上呢，啊，所以很辛苦。啊，那么我介绍一下我们的台北市信义区的管理团。哦，我看到你们写，那是我们的台湾的同学写的吗？因为你们写的是繁体字，觉得不容易。啊，你们看得懂那是吗？看得懂。哦，那我们要翻译成简体字。我们看得懂简体字啊，啊，我很会看，非常会看你们，非常会看，啊，我没问题，我不会看，所以您看一看就会了，看看就会了，很简单，啊，好，那么我介绍了我们台北市信义区啊，信义区，你们有去过台北吗？没有。台北信义区啊，就是101那个 tower building 那一区叫信义区，就是台北的那个台北 City Hall 也在那一区。就现在都很多的 department store 都在那里哈，就台北最热闹的地方就叫信义区。那我们这个乐团呢，本来是在信义区这个就是101那个 building 的旁边，啊，有一个小学叫做博爱 elementary school 啊。然后他们毕业以后的学生，那因为他们上中学以后，有些乐团学校没有这个乐团。所以我们就是集合在一起，大家是校友，就毕业以后大家集合在一起，每个礼拜天，每个礼拜天的下午我们会集合在一起，这个练习。那我们的练习有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 sessional， 啊，这个rehearsal 啊，然后我们的 session rehearsal 会请这个台北 City Symphony 的一个 musician 啊，因为我本身在台北 City Symphony 工作哈，那么是 musician 来教，然后后面的一半。后面半段就是那个弹三罗的歌手啊，所以就是这样，一礼拜就是这样一个时间会在一起啊。好，所以啊，所以我们这里面呢有一些高中生啊，高中生举手，高中生这样，这是高中生啊，这是你们高中生，然后还有一些国中生、中学部的国中生举手，国中生比较多啊，那还有小学生举手。那个不是，他刚毕业了，刚毕业，小学生你好，啊，这个小学生，你好，你好，你毕业了是吧？啊，毕业也算吗？对，我们的小学生，好，我们在这里，你有这样的问题，啊，那我们今天呢，因为我们人很少啊，我们没有办法像你们演奏那么伟大的音乐啊，那我可以，我这里面只有一个大人啊，那个老师，还是我太太。啊，他是在原来我们小学部乐团里面的负责的老师。好，那这是因为他跟我们学生比较熟，所以我们这次一起来。好，当然他跟我比较熟了，刚好跟我住在一起。好，那我就我们要演奏一首是一个这个荷兰作曲家写的Jacob 的汉语写的一个 Virginia。啊，这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州嘛，各位知道，所以这个是有点故事性的，就跟美国的这个 Civil War 有关系的。好，就这样，谢谢。
哦 ，OK， 好，下一首作品啊，不长，那么这下一首作品比较特别，这是我的作品，这是 my work， my composition 啊，那么这曲子叫做Love of the Land， 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去年有一个，去年是台湾的这个我们Republic of China 的，我看你们学校的介绍，早期这个学校用的教材都是用中华民国的教材，对不对哈？然后呢，这去年是Republic of China 的建国一百多年，然后我们有一个 National Taiwan Symphony Orchestra， 然后他们有一个 winner 上面，然后他们请我写一首曲，啊，请我写一首曲，那就是非常演奏这个。那一般如果你在台湾很多乐团来新加坡，他们吹很多曲都是我编的，啊，那么而且刚你们吹的高山金在内，啊，那么那这是一个我的作品，那么开头你会听到这个音乐是一个台湾的这个原住民哈，原住民叫 Aboriginal tribe 之类的哈，他们在阿里山，你知道台湾有个阿里山，阿里山很有名哈，那上面有一个原住民的歌啊，当做开口，然后呢后面会有别的东西啊，所以先用公看制作，好吧，谢谢。
公司，所以到时候呢，我们会透过他们的公司呢，把我们台湾的热情就寄到贵校，就给各位同学，你们可以包含我们吗？可以。好，非常谢谢你们啊，设计师，谢谢大家，谢谢。好，我们也跟你们鼓励一下哈。刚才演奏的好不好？我跟徐老没有套好妆，套好妆。我以为只要吹一遍，结果要吹两遍，害我来个措手不及。这是理由吗？不是啊，是我错了。那你镜头太多，他得穿他的光。到了。
Hello， 我是永真，我今年17岁，对，然后我是从台湾来的，但是我在这里生的，所以我一生都在这里，所以我的华文不是很好。对，我叫顾，我是17岁。我叫子璇，我今年几岁？14岁。我是吹双簧管的。Hello， 大家好，我叫周晨雅，我是吹双簧。我是泰国人，我今年14岁。我的名字叫泰亨，今年13岁。我是14。今年呢？呀，生日还没到。我是来自韩国的。大家好，我叫子友，我今年16岁。大家好，我是道林，我今年14岁。不说大家好了。名字啊，杨浩文，16岁。
心。好，谢谢，然后跟他们一起合照。好，谢谢你们，那我们可以。我们很高兴看到这么多的 Friday。不要靠我那么近。哇，你看业主好开心啊！怎么会这样啊？我也不知道哎。男生一般吃东西都没有讲话。脸超大的耶，真的吗？那我再退后一点，这样有小一点吗？没有，一样大。
摔到我也挺差的。我可以用英语讲话吗？你们听得懂英语吗？那些多小的呢？听不懂。Okay, so we do combine the first session. Sorry, 我的中文真的很差。Okay, we do combine 第一首歌是 Memory for Friendship. Okay? Okay, ready?小号，吹小声一点，录音的时候好一点，可以吗？谢谢。你把原号的耳朵扎上。OK, ready? One, two, two.Thank you.
我们还有最后一个比较演奏。来，我们现在有个地方啊，要 we do something 呢，这个 happy。来那个华东的同学注意一下啊，来 we do something happy。We don't pray the senior， we don't pray the senior， we just pray directly to number 76。73. So we don't break Sassinio, and we cancel, we make a timing, we cancel, take 40, 70, 74, and 75. Okay? From 74 and 75, cancel. Now, and we just break directly to Toba. Okay? That's good. Otherwise, we might be too long. Okay? Right. Okay. Right. 这是台湾的歌啊，那个歌很多人很熟悉的歌，好吗？然后也是蛮有热情的啊。OK， I hope you enjoy it。包括我们演奏法国的音乐，然后很多里面有。
和我们的时间欢迎来宾，好不好？谢谢各位，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交流。然后呢，也希望你们跟隔壁的朋友握手一下啊，我们很难得。如果你们可以交流 email， 我还是没有啊。车门没有关吧？对，可把门给我。行李箱门没关。
关系，他电自动会关的。行李箱，那个可以这样。Thank you。Thank you。谢谢。